大家好，我是纳斯。好，我们继续接下来的剧情吧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另外的地方拿那个，那叫什么？那个棋子啊，最早那边，大家还有印象吗？主教插头，我身上还有一个。好，先插最后一个，OK，这是主教哈，就这个。好，插最后一个，这是我们回到原本那边，第一个遇到那个叉子，那在哪里啊？看一下，闪光弹跟炸弹取出，这个取出，火药目前没有，这样子弹够吧？够吧？我现在要回去，都下水道那里啊。然后拿最后一个叉子，下水道的话，这里左边这边，这我一开始走错路的地方。然后先打一个居右体那里，哎，是这里吗？不是，另外一边。然后之后会拿到一个胶卷吧，然后那个胶卷交回去警察局拿，拿两个隐藏的物品这样。他死掉都可以穿过他嘞，这里，好，走。有子弹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等一下要打人了。他还活着吗？Son of a bitch！血太厚了吧？难怪一发散弹枪没办法爆他头啊！胶卷。东西吗？哦，在这里嘛。OK，僵尸应该要被我解决才对啊。这死掉了吗？掉了，这里有个钥匙，这
使用。火药、子弹。SDF， 这是之前的那个什么的那个密码锁啦。OK， 地下楼梯。然后这边可以使用这个徽章哦，然后就拿这个闪电之音专用的这个，然后把它组在一起。这个是减少后坐力，提升子弹速度组合。这个徽章可以捡回来，然后你就变可以丢弃状态。这些东西吗？这我来过，是忘记这边是干嘛的。哦。这应该是之前那个女神雕像那边吧？哎，等等，好，我们把这个放回去，存放胶卷拿着，这个放回去，待会再拿。然后我们胶卷可以回暗房，回去暗房看一下那个有什么线索哈。就回警察局，暴君还要跟着我们吗？好，哇，这还没用完哦。我们回暗房，西侧办公室去是最快的。现在还有敌人吗？我应该都清掉才对啊。坐这里，这边的像是还在。好，洗胶卷啊。OK。一个记者室吧，然后一个是 STAR 办公室，应该是这里啊。STAR 办公室在二楼，那从图书馆过去就好了。那从二楼上去也可以啊。这样走多长啊？哦，没差没差。
这里，所以这时候暴君不会来，就是，就只要被车撞过就不会来了。检查，哦，红镜瞄准器可迅速瞄准，其实这个超级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个红点这样。我觉得这个蛮激烈的，然后再回图书馆。嗯，我们都解决了、啊，然后走哪里？洗衣间。哦，洗衣间我开进来过了。从图书馆回到记者招待室。哎，那我干嘛上二楼？记者招待室要几楼？一楼吗？对啊，一楼。神经病，我干嘛上二楼？啊！我要拿那个啦，闪电之音的黑剑。哎、欸，怎么一直在这里？燃料，应该没了。宝藏猎人，好，走吧。成就解除。嗯，我实在很想开修改器来玩，那是无敌啦、啊！燃料应该可以先放回去，这火焰枪嘛，存放。先存个档。走回去。好、哦，道具拿完，警察局应该可以不用回去了。这个钥匙还哦，只是要绕 A 档那边，就要跑那么多那么长路，就为了解锁那个谜题。我觉得这个太浪费时间了，脏哦。然后再走回去。
那没走错吧？没有没有，没走错。很累，这个道具拿到了。等一下都应该都会打 BOSS 的吧？我记得两个黄色可以子弹，火药两个，那先做这两个。好，那我这集先到这边好了。喜欢我们的话，频道主页放图片，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我更新影片，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，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